这家鸭肉专卖店已经开业近一甲子历史，一身好手艺也由第三代陆续接手。在老板的坚持下，肉品可都是自行烟熏，绝不经他人之手。不变的美味，不变的亲切，不变的评价，都是这50多年来顾客不断回流的原因。纵使传统老店没有精美的装潢，但充满人情味的老板和料多实在的餐点，肯定都让人倍感窝心。招牌的烟熏鸭肉、盐水鹅肉和意面，是来到这里的客人都一致推荐的美味。来到蒲子兴鸭鹅肉专卖店，可别错过了。